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拼命跑，拼命跑，冲出去摆脱，出去跑，耶！中间方向的阳春全打，陈志远立了大功啊！是，所以我们刚刚讲两出局投手越容易失误啊。哦 ，nice play。中华队在三局下半，哇哦！阳春全打首开纪录了，干得好，陈志远是，哇，挑战最远的距离啊！心里一定祈祷出去，对，出去、啊！你看400啊，光好刚好过去，哦 ，nice play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中华队现在1-0领先的希腊队，乘胜追击。黄忠义这个球。看看落点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！哦，这个球在墙边的被右外野手金丝部位给接杀，形成三出局。靠着陈志远的阳春拳打，中华队现在1-0领先希腊队。